Pastry 80,000，有啲人话有大部分人话唔买，有啲人咧就系话大部分人唔买，有啲就部分卖。我话你咧，如果我咧就我谂我会卖嘅，差唔多就赚少少就够。又系咩啊？反正都系卖不了算，冇所谓啊。二啊，系唔买再贵啲。迟啲再唔卖，有啲人话会变废纸，咁点啊？你想变废纸冇所谓，咪试下咯。好多人话要二，啊，我话至少要一个得啊，好啊，一球嘢，我啊落唔到决定，对唔住啊，咁啊，我觉得都系卖俾我好啲。如果系我嘅话，就一定会卖。最后再问你一次，你真系唔愿意1000股啊卖我80万？点佢又再咁样，又再掠多次啊！佢话卖俾佢一定好啲啊咩啊？而家又开始个个人转奶，人哋掠两掠你啊咁样，冇办法，冇所谓，你话事一啊好啊卖咯，赚少少。知道啦，嗱，扮个样咧，扮到好正经咁，其实狗到黐线，贱到嗨嗨，好啦，知道啦，卖俾你啦，佢贱到根本就已经榨取咗人啦，即刻赚咗钱啊！真系唔好意思啊，童生先生，有事走先啊。冷静嘅，而家笑大人个口，诶，前面有嘢发生啦，咩事？点啊？好彩你将阿广公司嘅股票卖咗咯，阿广咩事啊？你唔知啊？佢间公司走执啦，系咁啊？咩事？自从阿广有钱之后啊，就放任公司唔理，成日咧吃喝玩乐啊，结果公司嘅情况咧就大镬啦，即系日日挂住嫖赌饮荡吹，唔理公司，即系我连公司嘅第二把交椅都唔捞啦，智慧伊甸已经冇未来。即系已经赚到 fat fat 啦，哦系咁啊，咩系咁？佢点解唔讲一句话？好彩我卖咗。喂，等阵，你之前补话讲个契弟系嘛？咩事啊？你乜水啊？你唔记得咗开咩玩笑啊？有个阿广嘅人抢走我条女，我喺度兴师问罪嘅时候，你仲打我一身。哦，原来你系嗰个木嘴啊！冇所谓啦，我走个女人已经翻嚟啦。哦，咁咪几好。你讲阿果嗰条友啊，佢间公司就执噶啦，执笠系咁咩？所以条女咪对佢冇兴趣啊！公司嘅股票变废纸啊，感觉真系嗨啊！我条女都系咁讲啊，钱都系比唔上爱啊，最后啊爱获胜，哈哈哈！即系嗰黐线咁蠢咁都信，根本就系人哋穷啊，即刻走啦！佢过嚟居然唔系揾我复场，系讲呢啲咁嘅笑话，即系闲话家常。嗰啲股票嘢同废纸冇分别咯，好彩我卖甩咗。我话俾你听，呢条友系最贱格啦，同生一马，咩都赚尽又打人一身啦，又话揸干人。点解嗰个人会破产就系因为我咁样监，即系攞咗佢啲股，仲要监，即系将个价浪高嚟吓卖翻啲股票俾佢。我就最后逼死咗佢，佢最后嗰啲资金就俾同生一马榨干咗。我就系累到嗰间公阿广间智慧伊甸点解会执咧，就系因为我，你哋啊，最后嗰嘢一嘢碾落去，即刻爆炸，即刻爆煲啦！本身阿广话都可以挨多一阵，可能跟住我又一来薅起咗啲股份。二嚟咧又再屈佢钱咩报纸俾我做咩啫？嘿，嗰个店员姐姐成功出道真系好啊！哦，真系好啊！出去啊，一齐去啦！阿耀有个咩任？哦，影星君鼠 ，OK，成日唔记得影星君鼠。我啲系望梅止渴系噶，啊之后就到啦，星君鼠就到，就到。呢、這个系嘛？最后一个支线任，而家几点啊？一系影个星君鼠先啊，费事俾你追斩。啊，带阿瑶一齐去影星君鼠。阿瑶，今日就教你一啲啊，即系第时你出道啊，第五集出道嘅时候，有可能都要咁样俾人影相嘅。啊，而家教一教你先。啊。
去翻室内啦，带阿瑶出去之后揾阿伯婆，伯婆揾咗啦，嗰、那个人唔系话学咗个咩咩闪击手啊？嗰招佢阿婆话阿伯婆咧就话咩好挂，想要个孙，跟住咧你又带阿瑶俾佢，佢就哎呀要个乖孙，哎呀呀，跟住就同生一把好好人啊。跟住吓，即系你类似就话啊，俾你上契啊，点点点，即系利用呢啲攞啲靓妹嘅同情心啊，喺欺骗阿婆。咁啊，跟住阿婆就将最后嗰招绝招咧，就教埋俾你噶啦。唉，影相咩不太方便啊？有咩问题啊，大佬？好烦啊，大佬！又要坐的士翻去劈低佢啊，都几麻烦喎。讲真，点解唔俾人带阿瑶一齐影相？有咩不方便？冇啊，同佢讲 no 喎 ，I don't think so 啊嘛，咁样讲吓。系上面有的士啊，要行翻上去。我话有咩咁唔方便啊？问翻佢有咩唔方便啫？你唔想佢入去？喂！我呢啲相好正常噶嘛，有着衫，唔系啲咩唔见得光嘅嘢，唔好谂歪啊！我话系咪你自己个脑谂啲污糟邋遢嘢？唉，已经入唔到的士啊，唔该，小心收档啦！哇，系西月光啊，有内山啊！呢啲咩嚟啊？罐啊，汽水罐罐。跟住咧，哇死仔包，好小粒圆，跟住挡拱，哎呀，兜落去啊，好，坐落去病，点样打真到啊？しばらく寝てろ。翻去劈嗰个咩先啦？翻去劈嗰个姚先啦。それでは出発いたし。好麻烦。咩做咗个任先啦？一阵又要翻去揾阿姚。唉，好麻烦。有啲任又话要阿姚，叽哩咕噜，叽哩咕噜。做嗰个任先啊。一哥，一哥，个任喺呢度。啊，直冲。冇识佢哋啊。Go, 希望你带我去边啊！我系唔会满足你嘅，唔使旨意，唔会再带你去食咩嘢啦。次次嗌又好贵，食河豚啊！细路女已经识得嗌咩河豚啊，大个仲得了？有，居然会有人喺个猫喺间空铺度做象棋。好呢度啊 ，go。呢度啊咩人啊，咋咋谂啦？咩？你知唔知咩叫开膛手大婶啊？知啊知啊，听讲佢将公关俱乐部嘅红牌阿姑做杀人魔，好可怕啊！听讲个大婶啊，后生嘅时候有名嘅第一红牌阿姑嚟嘅，佢唔受男人，唔缺钱啊，结果咧铺头啊第二名嘅小姐觉得眼红啊，就用刀将第一名嘅小姐毁容，因为毁容啊冇办法做嘢做公关小姐，后来自杀，然之后咧。开堂审大婶啊，其实就系嗰个公关小姐嘅鬼魂啊！哎呀，好惊啊，好惊惊，都市传说嚟嘅，而且你都唔系第一红牌阿姑，你废柴嚟啫嘛，唔使惊。啊，又系喎，搞到我唔担心咗一场添。唉，对唔住啊，哇，即系啦，讲啲嘢伤害人咧，你只系嗰啲猪扒第二三线啫嘛。讲嘢都几串啊！睇下好串系啊，影低边度串啊？呢个系啊，话你啊，吓话人哋咩？话人哋系咩啊？你都唔系第粒红牌，啲几衰。好 ，go！真系呢度发生咩事啊？开膛手啊，会见到。啊！救我啊！好呢个啊，做咩事啊？毁咗容啊！已经大叔，喂，
迟迟一只手啊咁样捉住。停手，停手！迟迟咁样放人走先，黐孖筋。点解有凶手唔捉住？喂，你冇事啊嘛？我差啲俾开膛手大婶杀啦！咩话？开膛手大婶就系嗰个会攻击第一红牌嘅公关小姐嗰个鬼魂啊！大姐姐，你系咪都系公关小姐啊？系啊，我叫邱向喺一间 Vidal 嗰度做公关嘅。我而家谂住翻工嘅时候，冇谂到开膛手大婶真系存在，好惊啊！点算啊？会俾人怼冧？冷静啲先，我而家陪下你。我终于冷静咗啦。咁阿乔喺度踎喺度做咩？有冇冷静啲？有啊。但系点搞啊？幽香，阿内央啊，你冇嘢嘛？面色好苍白。我冇事噶啦，可唔可以行路啊？多谢你帮助我，我想郑重向你多谢。之后方唔方便见面啊？一讲多谢，梗系方便啦，魏善姐。喂，呢个我联络方式。我冇所谓，但你系咪真系冇事噶？我好好多啦，多谢你啊。行啦，幽香。好。点点点。哎呀，好似有阵味啊！咩味啊？吓，臭味定咩味？咩味啊？系啊，闻到事件嘅味道。我哋 Vidal 间铺头睇下，可以了解多啲噶。哦，啱嘅，我哋去睇下啦。啊，咩屎味？多谢你救幽香啊！系咪嚟帮衬佢啊？啊，幽香而家点？原本啊，我叫幽香啊，今日咧我翻屋企先，但系佢话有客人嚟就出咗去喎。哦，咁啊，有客人嚟咪应该翻工嘅咩？点解走咗去啊？啱啱嗰件事，我谂啊，会唔会又系对幽香怀恨在心嘅人搞鬼啊？咩意思啊？有仇家？幽香有个常客叫盛海啊，嗰位盛海先生啊，好似啊喺幽香度使咗好多钱，但系幽香有男朋友呢件事咧，唔想俾佢知道，所以先由爱成恨啊！我都唔肯定噶，而幽香嘅男朋友咧喺星尘度做公关，好似叫阿浩。阿豪最近同幽香好似都唔系好顺利，要嘈交，睇下系咪分手。哦，原来系咁，好担心幽香啊！我差唔多翻铺头啦，有咩事啊？可唔可以通知我啊？咁再见啦。常客盛海先生同男公关先生阿豪啊，重要人物啊。阿豪喺星尘啊，问阿洪灾啊。有咩啊？咩咁多人沉船啊？基鲁森，哦，龙生先生咩料啊？有嘢问你啊，你叫你条靓阿豪出嚟。哦，佢喺度啊。啊，好，喂，过嚟啊，大佬揾你。系咩事啊？龙生先生揾你啊。我行先啊，有咩再嗌我啦。哦，唔好意思，打搅你工作。臭臭臭，问咩？哦，你就阿豪啊？听讲你同 Vidal 嗰个幽香喺度交往系嘛？哦，系啊，系啊，冇错。你用幽香系咪好顺利？点解咁问啊？其实我听幽香朋友讲，你系嘈紧，系咪要分手啊？周围啲人好担心，所以你先特登嚟啊！我嚟啊，嘈交家常便饭啦，系咁咩？我哋啊，因为佢咧好中意担心呢样，担心嗰样啊，所以咧耐唔耐咧就会话咧要同我分手。不过咧，我啊真系心爱住幽香，我想同佢结婚，储紧钱。不过呢件事系对幽香保密啦，我想到时候亲口同佢讲，一个啊做小姐，一个啊做舞男，跟住两个话要结婚，即系两个都系职业玩家。知道啦，差唔多翻去位啦，拜拜。好，一下话咩绝配啊，话好到底咩回事啊？即是口供不对，即是一个又说他们要分手又成，结果又不是。啊、即是 有些那个证人的口供出现了矛盾，有些警棍。什么事啊？谁喂喂，我是 Vidal 幽香，多谢你啊。
我想郑重同你多谢，但我跟住咧要见一个人。我见完佢之后咧，可唔可以见面啊？好有机心咯、啊，即系如果真系佢正常咧，就根本唔使同我讲呢个情报，你咪见完佢先打俾我话，你而家得唔得闲？就唔系咁样嘅。你跟住见嘅人唔系叫盛海啊嘛？嗰咩常客？吓、啊，你点会知噶？喂，你而家喺边度啊？长寿药局前面，我要迟到啦，一阵再倾啦，拜拜。阿瑶，我哋去搵阿瑶就话，啊，我哋去搵欣欣姐姐啦，嗯。好。一哥。你系咩？哎呀，我呢啲咁嘅凡人，好鬼麻烦。好，过少少街口就系啦。喺度尖叫，叫个屁咩，大佬？到啦，就喺呢度，攞定嚿嘢先。翻契弟喺边啊？光光，仲唔死？好 ，one two three， 好，谷池啊，我捉棋阿伯，好。搞到你企都冇得捉啊！跟住又话咩八卦之龙，同生一马好八卦。好嚟啦，呢、這个就系星海点点点会吓，同生先生点解你喺度啊？你系咪就系传说中嘅开膛手？点系开膛手啊？人哋都话阿婶。同埋啱啱嗰个女人嚟啊嘛，大佬你有冇常识噶？而家成个大牛龟喺度，你系弱智定点样啊？喂，你黐线啊！做咩咁样乱笠廿四污人清白？同生一马个智力真系，我觉得要去送去嗰啲青山检定，臭闻下先。等阵啊，同生先生，我唔认为圣海先生系犯人，梗系啦，因为佢系男人嚟啊嘛，大佬。喵啊，点解啊？我只系想送个女仔啊礼物先过嚟啫嘛，大佬，唔好呃人系嘛？呢个我可以保证啊，圣海先生阿豪系我男朋友爹哋嚟噶。咩话？原来佢系你老爷啊？哦，因为呢个女仔一路照顾我笨儿子啊，所以我想好好多谢佢啊。我呢个我喺附近啊，所以咪约佢啊，俾嘢佢咯。呢、這个女仔好受欢迎啊，如果俾人睇到就唔好啦。嗯，嗰、那个开膛手系。就是低能仔嘅，肯定啊！最后仲有边个咧？最后一个我已经知道凶手系边个啦。讲真，唔好意思啊，打个电话先啊。咩？啊，大叔。嗯？好似知道犯人系边个？知道犯人边个系要咁样摁喺度扮 QT 咩啊？唔好意思啊，啱啱女人打俾我话好担心啊，跟住好似要话陪我一齐翻工，我差唔多行啦。圣海先生呢个礼物我好珍惜嘅，多谢同生先生咁关心我。喂，佢又话之后话要见我，喂，你未多谢我啊？讲一套做一套啊？啊？阿瑶，你话嘅犯人系、开膛手真正嘅身份大概系咩事啊？大叔，快啲啊，有危险啊，我哋过去啊！你知啊，一早讲啦，吞吞吐吐。女英小姐，快啲停手啊！第一次见到幽香小姐的时候，开膛手大婶跌咗呢样嘢，咩嚟啊？呢支啊，唇膏啊定咩啊？然后我一路咧就追寻住呢个气味，第一个散发出呢个味道嘅人就系内英小姐啦。星尘嘅阿浩仲有圣海先生，佢哋都冇闻到呢个味，所以唯一嘅可能就系你啊，内英小姐。佢最蠢啊！着呢啲裙，你一睇就知道你系女人啦。我话一除衫就变翻呢条长裙啊！黐孖噶美少女战士。哎、你真系内央啊！爹爹点解咁啊？内央，我想对你报仇啊！报仇！我营业额仲成日输俾仲系新人嘅你，我暗恋嘅阿浩俾你争埋，我想毁你容啊！啱啱好啊！刘云开膛手大婶嘅传闻，我觉得呢个系好机会。对唔住啊，内央，真系可怕的女人啊！比咩鬼魂仲得人惊。起身，我哋要报警拉你。佢又乖乖地真系跟人去差馆咁傻啊！
冇谂到事情会变成咁啊！妹妹仔，多谢你救我啊！唔使客气，藤生先生，多谢你，呢啲系一啲借以话救我哋两次。咁诶，小小姐俾两次喎、啊，你哇四神护符正嘢，抌咗啲咩啊？是但啦，呢个咯，备军用防弹背心。我都话有阵除噶啦。系啊，好彩你注意到。哎，大叔，我又要咪做侦探啊？或者你可以成为名侦探。好啊，仲有边度有事件呢？就喺度扮跳跳一把箭落去啊！你已经带来好多问题啦。做侦探系醒啊，你好似柯南咁，就唔会咁易俾人捉啦。成日俾人绑架，加去影相就收工。啱啱仲想话佢咩阿瑶啊咩？啊！喂，阿瑶喺度啊，冇啊冇，争啲又记，争啲又唔记得，又带咗佢去影相簿，又白行一趟。话咩有浸除？因为阿瑶自己都有啲浸除啊，所以大家臭味相投，自然就知道啊。啊！一闹系啊，佢而家先讲。其实佢一早知道凶手啊，你系一早讲啦，吞吞吐吐。好白痴，点解佢要封咗呢个塞雷娜嗰个 lift 咧？啊？点解佢要锁咗个 lift 佢？边个个管理处定咩？做咩要锁咗呢部 lift？ 好。点啊？喂，劈低点样劈低佢？佢已经翻咗去啦。我而家咪得噶啦，佢而家咪已经唔会再跟我啦。喂，翻入去啊！要在这里等着，黐线鬼知啊！捞一阵先知，原来要咁样同佢倾噶。啊！阿瑶呢个角色好厌恶。好多人都话，一开头你哋好多人冇好 P 嘅，啊，几时突然间又咁，系得我力撑佢系衰女爆，系啊，你哋知道第六集先咁啫，以前咪一样咁中意佢，话好 Q， 好 Q Q。阿瑶做咗咩人啊？又睇完第六集就好憎佢咩不了咁啊！我就系代表咩？我就有眼光，你哋又冇嘅，你又冇先见之明。好，又系咩 four shine 打埋三上，都唔知要打几耐，起码打几铺啦！啲 fans 又未够又剩。好，嚟啊！欢迎光临，需要咩服务？影相啊，最后一关啊！好，升军鼠。好，最后比基尼套装。啊 ，use， 即刻又打冇片。好嚟啦。哎呀，今日都嚟咗啊 ，Jam， 点啊？我今日好努力咁着咗比基尼啊，绿色的。比基尼太耀眼了，又吉啰柚嘅呢啲人全部都有生有痔疮，有嗰啲咩脱肛小肠气定咩？平时我唔系好中意着俾人睇噶，但特别俾客人你睇噶咋？你对个个都系咁讲啦，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遮着白线了。好。客人咁样唔错啊！哇，加到咁多嘅嚟噶，耶耶耶耶耶！今日都要影好多相啊！我都会加油噶。做咩事啊？你啰柚有咩事啊？吓，俾我睇下光嘅稀世吧。
你碌屙，你肚痛嘅气势系点啊？你一屙系咪好澎湃咁嘅意思就叫佢睇。今日特别加嘛，只要学人够努力嘅话，我就摆一啲色色的姿势，自己想摆就摆啦，关我鬼事啊！绝对别忘记呢句说话，即刻报警噶啦，已经戴定头盔噶啦，哇！将佢成为呈堂证供。点啊？呢个姿势点啊？咩 pose 啊？又系夹啰柚，你咪嚟嚟去去得一招啰柚，太过性感啦！呢个心痒难，哇！咪揿咗咯，大佬。哇！点解佢个底裤真系黄黄地色嘅？点啊？你有冇见到啊？诶，总觉得摆呢啲 pose 摆上瘾啊！点啊？呢一种姿势又～呢、这个咩姿势就系同嗰啲咯貂蝉嗰啲一样，光不断地连续发动攻势啊！好，清君鼠攻势，哎呀，真系啊！特别系咁样摆嘅啫。好，而家要开始啦。咩 pose 呢个啊 ？Don't know doing 我会接受呢一个低能嘅。你的一切、啊、即使你有精神毛病、啊、我都会接受你。多谢你今天帮我拍了很多照片、啊、我想要你帮我拍更多照片、啊、做什么事？啲音乐巴拉巴拉咁样，哇！做什么事啊？似马筋咁样控埋佢，系咩意思？呢啲佢对铺头嘅人保密啊！保密咩啊？发生咩事？点解要保密啊？啊？呢、這个你做生意呢啲嘢系不嬲讲都明噶啦，又系嗰啲性暗示啊！保密咩？嘟嘟嘟嘟，做咩事？典藏典籍啊！系咁眨眼，系咪要滴眼药水啊？唔好带嗰啲卡拉 con 啊，除咗佢，好，好黐线啊！哇，呢条女嚟啊，拜拜！有咩好保密？将啲好正常嘅嘢，我帮你影相，一早讲明噶啦，呢啲嘢，吓、啊，跟住到最后啦，呢个，你话咩？呢个系老真相。好嚟啦！又皮肤好差呀，系嘛？咪多咪多，多谢你啊，多谢你一路光顾我，今日你咁刺激嘅比基尼，跑跑跑文出现了，口窒窒咩？流口咩？跑跑跑，好，咔嚓。反咯，是输嘅人咧。反应好大啦，系咪太刺激噶？呢只爆嘅攻击性啊，实在太强啦！第一次啊，好有侵略性啦，呢只炮啊！多谢你咁开心啊，咁啊，请发表感想啦。好，花了。很多时间，拍到而家啊！其实我都唔知呢句咩，影咗好多相咁嘅意思啊。好，影只脚有咩好影啊？哎呀，真系好兴奋啊！喺呢啲 pose 噶啦，黑人会点呢？可以点咩？你想我做啲咩咧？我还能自己想象一下都唔知暗物有咩，我还能。我还能咩啊，大佬？我系谂一谂咯。咁一摆更 sexy 嘅 pose， 你会点啊？有咩试下？唔得啊！哇，咁样就叫 sexy 哦！竟敢试探我，胆哇！你都真系啊！你惊俾我报警啊？居然做啲咁黐线、咁下流嘅嘢，你个胆真系啊！食个炮子胆啊！你咩武炮？说说了，点啊够唔够忍忍有啊吓？
完全唔止豹咯，呢啲可能似其他动物啊，冇豹，还真是。无敌的姿势呢？好，阿姐，你好中意我扮炮妹啊？但你会唔会想影啲更激嘅相啊？其实俾啲福利你啦，沙皮子。咁咧就叫嘟嘴啊！啊，特别滋养我，看看真正嘅。尼采屈揿咗啦，低能。阿姐，你影咗好多相啊，好正啊！せっかくやから。机会难得。もっとリナのこと。因为你要更加了解尼采啊。又嚟啦，又唔知做咩事啊？典藏典籍啊，又喺度。就咩啊？只脚好痕，但系又唔想拗，就喺度咁样捽嚟捽去，捽脑嚟。跟住咧，系咪唔舒服啊？啊，想呕啊！去做咩事？个口抹下抹下，做咩事？呼吸困难。跟住咧，起身啦，都系唔想瞓低。又肯定又叫我咩保密帽。我扮傻一百次落去啦，冇扮白痴，冇扮低能噶啦。好，搞掂啦，睇晒啦。Use， 最我话咧最白痴系你影完啲相啦，正常就应该系匿喺屋企都可以睇翻，梗系你要专登过嚟呢度咩咁咩回想。系啊，以前影过啲咩咧？你话系咪低能啊？好，最后。哦、反應一二咩太早了嘛，性感哇！如果你要試曬有排試咯，呢啲就係咩？啊！你好啊，係咪好滿足嘅？啊，有得睇呢啲，你係買人中之龍翻嚟係咪？只係為咗玩呢啲，玩曬呢度就擺入雪櫃，真心一問。有咩真賭任又有嗰啲有啊，做埋佢啊！唉，都最多做到一個，而家時間有限，係咪呢度入去啊？妖屎喺邊度入啊？每日睇三次啊，係嘛嚇？我唔玩啊，講到我唔睇，呢、這個打亞門冇影響啊，如果唔係你哋，我啊可能唔睇啦。我又唔会玩呢、這个呢一 part 噶啦，讲真，唔系话兴趣不大。啊！点啊？真岛喺边啊？真岛大哥咧？呢个人做咩跪喺度啊？系咪加入啊？加入啦，契弟。好、咩之前真事者？啊！咩真老见就有得睇阿老，咩阿老，无啦啦讲咩阿老，系咪有啲新嘅人加入啊？银呢啲唔要啦，换啲金嘅人落去啊！呢、這个柔道佬，好，跟住咧，柔道佬上个场噶啦，仲有边啲系金色啊？有冇排序啊，大佬？系咪金色嘅都喺晒度？呢、這个咩啊？洪灾。听天由命的精髓可以用 ，OK。听天由命的精髓点样用啊？喺右十字架，记住啦。跟住强化员工，边啲系最劲啊？呢啲咩别墅已经奖状不足，咁鬼渣，成日都洪灾。好，听天由命的精髓，强化设施。强化有咩用啊？强化一下咯。好，而家有啲钱滚滚滚滚滚滚，十 level 系咪爆啊？好，搞掂。滚滚滚，我注资落去呢间公司，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冇，纯粹过瘾。诶，唔够？咩事啊？
仲要人数惊人啊！哇，冇钱咯已经。好，是但啦，钱要赚你话好快赚到啊！诶，即刻开波，与飞龙腾波。都去到最后唔揈钱，你玩一铺火山都即刻几球嘢啦！诶，嚟啦，有咩废话哟，哦，真到见面嘅各位。工事，工程唔系几顺利系咪？しっかりしろよ。振作啲啦。藤波。藤波。ついに親玉のお出まし。大佬终于现身啦。世の中には世界上分两种病，你知唔知系边两种？それが何かわかるか。さあな。鬼知咩？一つは。一种系值钱嘅病，另一种系值钱嘅病。咁肯定你就系嗰种咧，值钱病。你死你唔知，大部分嘅病都唔值钱，但系令人高兴嘅，你哋嘅病就好值钱嘅。所以唔好意思，麻烦你去死啊！死得唔留地。好啊好啊，死咪死，睇下边个死先啦。所以啊，听讲你系叫唐总知道嘅。呼ばれてんだってな。俺も。我都俾人称为龙，一样嘅都系龙嘅。特性嘅重複咗，キャラが被ってんだよな。どっちがそのにふさわしい？你要決定邊個適合呢個稱號啊？ついでに決定。你又同向田龍司一樣，今集咁多個人，今集嘅主題就係爭花朵，個個人都想做龍。好，對立佢哋。又係咩巨龍中二病？係啊，全部都要認自己龍。为咗悭时间，我哋全员进攻啦，好嘛？全部冲晒上去，定系留喺度仲快啊？好，哇！洪灾咁型啊，着嗰啲特工服啊！哇！根本啲唔系咩剑池，黑社会劈友，佢有钱执喎、啊！哇！成堆傻仔，惊你咩？好，一开头即刻执咗啲钱先啦。OK， 好。位置站到企喺呢度。呢个人喺边啊？好，过嚟啊！呢个咧，我去吞过嚟。好，喂，帮手啦，低 B 仔。哇，俾人系咁打低啦。好，全部守喺度。我哋准备出咩听天由命的精髓啦？嗯，敌人已经死晒啦，仲唔过下一关呢？中咗北市啊！一下咩推晒出去，出听天由命好啊！听天由命，听天由命的精髓过行噶，芝麻跟住话落雷顺，听天由命啊，落雷好，由道佬咁。啊，大佬，新到一个都打几个，好，嘢皮几嘢，要真到一个冲咗去打得啦，诶，有钱食喎，食钱先，好，哇，边个傻仔冲啊，出去死，食嘢啦，真到做乜啊，好，滚滚滚滚滚，哇，呢边唔好掂喎，有道佬，快过嚟增援。由道佬嘅绝招系咩？有冇人可以补血啊？我都唔鬼记得。啊，由道佬照必啦。好，揿三角就可以补血啊，原来咁简单。好，补一次血就3000蚊啊。我会随住时间过，死得未啊？呢扎人由道佬冲到上去，劲废大佬。啊！只只只，真到一个人搞掂啦！啊咩啊？星爆冇粒宝，好嚟啊！真到一个人上嚟，小兵杀技。喂，点解系用过呢个分缺的精髓啊，大佬？真到嗰招超兵系咩？左啊，低 B 仔咁鬼错，我记得最贵啊！我记得最贵就谂住系真到嘅超必啦，低 B 仔。
到你班友留位度得噶啦。诶，呢个人喷血的精髓冲埋上去啦，全部人，全部去开 P。好，跟住边度啊？边度啊？诶，上晒嚟啊！全部啊！好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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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好，震到过去啊！龙卷风，龙卷杀法，哇噶！轻松 KO 啦！呢个咩啊？呢条友有咩超必杀技啊？好，仲唔死？搞掂啊！敌击退。好 A， 好有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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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食嘢先，快食嘢，食嘢啦，咪低能啊，要人教啊，食呢啲有咩用我都唔知道，东捞东捞有咩用，摆都唔使食啦，其实佢哋都死硬啊，过嚟啊，真佬，过嚟怼死佢，龙卷杀法。呱呱呱呱，咁都唔死，黐孖筋，有套路，真点分决嘅精髓，即刻完咗，好死咗啦，诶，仲有边个揼紧我？哇，呢条友走咗过去，打到砰砰声，怼落去啦，诶，完啦嘛，好，哇，俾人殴咗咁多嘢，仲有 S。啊、原来未死我仲喺度揈钱添，留翻个油道，照冲啦，唔理啦，好，继续啊！有啲咩猛攻嘅精髓，全体人员加攻击力系嘛，怼死佢啦！有冇人啊？呢度冇人，好，死清光啦嘛，真到，行前啲。分缺的精髓为什么用这么多钱我都不知道说真的凭什么啊大佬好来啊真的冲上去啊哇哇哇好一夜杀了他那油道佬都挺厉害好那个射枪佬留在这里殿后得的了真的在这里狂射呢边啊，过嚟啊，真佬，解落去，打呢啲人系唔会升呢，其实主要都系靠你赢咗就有啲咩真岛奖状。唉、哎，嚟啦嚟啦，我打一场都打几轮啊，大佬，有仲有两波而家，你睇左上角就知，一个字。仲死好，跟住咧继续肥啦，系真到过去执钱啦，好执钱先，好补一补佢先，真到搞掂啊！啲钱都用唔晒，讲真，第七波仲有两波啊，搞掂。好又嚟啊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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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一个字，一个字。好，悭时间呢、這个都出超必啦。听天由命。哇！喂，点解今次变咗着火？听天由命会随机咁啊出招。好，阿伯打死佢叻仔啊！好，咋咋谂啦？喂阿伯咩分缺真点分缺精髓呢度有人啊喂呢度哇俾人入咗去快过去救驾啦契弟猛攻再快啲过嚟帮手啊各位震到关个顶天游命想突爆我嚿嘢，好听天由命，有时会出呢啲招啊！死得未啊？死晒啦嘛！
例别呢啲咁嘅枪手，你都射唔死就死得啦。红灾过去怼冧佢啊，炸炸冧啦，唔该。好啊，好嘥时间。听天由命都几劲，讲真，诶，仲有打几耐啊，大佬啊，好争到过去怼冧佢。阿伯，阿伯出唔到分决喎。好，过嚟龙卷风。好，再过嚟啊！话咩招嚟啊？呢招顶天由命，个补血啊，帮呢啲人。关噶，炸你飞天，全体人员进攻。好，呢、這个呢、這个补血啊，唯有佢哋。好，好，真点分决嘅精髓。好，过去啊，契弟。好，搞掂啦，俾我围死，活活打死。玩一铺呢啲要六分几钟，唔系轻咗啊嘛？我 feel 到有啲轻机味。因为啲音乐怪怪地，系吓死。本日の業務は完了だ。完了だ。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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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マジマ、マオデロ、マジマ、マジマ、今週節。又赢，每次都会唱一次呢个公司歌。よくやった。好，嚟啦，返回事务所，拜拜拜拜 ，OK OK， good good good。有咩剧情啊？系咪即刻打最后大佬，定系又要打五条友就呕血噶啦？好，怼冧咗佢，跟住佢就话：我加入你，真系唔错，真到件事。你边样咁个能波？你差唔多应该喺炒地皮呢度退休啦。啊，呢个就下一个大佬。长周力啊嘛，呢、這个人叫。我一路想见你啊，龙星啊嘛。天龙，佢都系三剑合之一啦。三剑合之一，天龙剑一路啊，通称活生生嘅传说。活生生嘅传说。哦，佢系个好似候鸟嘅男人，为咗证明实力啊，四围游览，不断打到强大嘅。啊，接二连三被击为称为，即系打到晒嗰啲叫传说嘅人啊，所以自己都变埋传说。哦，多谢你说明嘅能波。我对钱同腰屎都冇兴趣，炒地皮赚啲零用钱，我目标系你，系我啊，品味唔错。好、啊，你咧叫政府啦，唔好意思，唔系你啊，系你啊，龙生啊嘛。啊，居然唔系我啊，打到身为传说中嘅男人，你我系唔会肯罢休。佢、有年纪咯，力气唔够全盛时期，差唔多要退出呢行同格斗场。啊，身为传说嘅男人，唔打低啊，龙生一把就唔得啦。喺度怼冧你，好快乐咁引队，你引唔引队关我鬼事咩？不过我主张有人挑战又奉陪，既然有意思咪陪你玩，好有自信，唔好后悔啊！我会令你嘅辉煌传说蒙上一层灰，用我准备好嘅最正嘅灰。喂，又话打，又走佬之后先叫啲僆过嚟，唉，好、你俾麻烦啊，缠住咗，唔使你费心，败军之将。不过嗰条友唔简单，有需要我可以帮手啊。别话，你唔系同佢同伴咩？我哋三剑合先，唔系一同一档，系互相竞争。要屎俾佢或者长洲抢咗走，我就冇钱噶啦、所以会帮手嘅。唉，与其俾佢哋抢走，不如俾你负责，而且感觉喺你身边会有更有钱。结果都系钱，大佬点做啊？新岛建设嘅精神就系来者不拒，逝者不追，反正而家人手唔够啊，咪俾佢加入啦。哦，有啲咁嘅精神，就咁决定啦，多多指教。佢话。狩猎传说嘅人，活生生嘅传说真系麻烦啊！真系未听过嗰啲人嘅、大佬你仲扭计啊？你讲我咩？我点会在意呢啲啊？好惊啊！你超在意啊！即系话俾你听，有排玩啦。好，搞掂啦，收工已经有十二点啊，成 OT 呢个 game 最去到尾声，好多呢啲好多啲叽哩咕噜嗰啲剧情。劲多，差唔多咯。我今日都啊十二点又冇唔读潮文啦，咁鬼夜啊！听日再见，听日就可能爆，听日就应该爆机啦。啊，黐线，睇下我清得几多，我得几多，系咁先。明天见，完。